新兴分局前清所于8月6日晚间9时许接获报案，称于中华七贤路口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，员警立即赶往现场管制警戒，避免二次车祸。经了解，本起车祸疑因后方黑车驾驶张女沿中华三路南向车道行驶时，未注意车前状况而撞到前方等待左转的白色自小客车。现场未发现有酒驾情形，前方黄姓驾驶与叶姓女乘客均无受伤，仅肇事的黑色驾驶张女手部轻微挫伤，经救护人员包扎后并无大碍，未送医。详细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后续调查分析。新兴分局呼吁民众于行经路口时，请减速并注意路口状况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ouTube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这里面，一次满足。